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洪宽。今天是2017年6月18日，看吧，蓝天白云啊。我呢从今天开始啊，开始要借这个郭老板的东风哈，我也要爆一些重料了。这个都是超级重要的国家机密啊，都是涉及到三国大战啊，俞正声啊，习近平啊，王岐山啊，还有这个金融四人帮啊，这是两个重要领域吧。这个是要说爆料的话，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政治爆料。我先在这跟大家提示一下啊，已经连续工作将近十多个小时了，出来散散风，吸收吸收新鲜空气，回去接着制作节目。好的，我是李洪宽，下面请大家慢慢的欣赏，再见。习近平啊，王岐山啊，还有这个金融四人帮啊，这是两个重要领域吧。这个是要说爆料的话，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政治爆料。我先在这跟大家提示一下啊，已经连续工作将近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李洪宽。今天是2017年6月18日，看吧，蓝天白云啊。我呢从今天开始啊，开始要借这个郭老板的东风哈，我也要爆一些重料了。这个都是超级重要的国家机密啊，都是涉及到三国大战啊，俞正声啊，习近平